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赫，欢迎收看 Max Owner 大设计。拧螺丝的活大家都做过，感觉不管当初转得多紧，螺母之后都会产生松动，这在生活中很平常的事，在高铁等项目上却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可如何保证螺母在高速行驶的震动中不松动脱落，却并不容易，世界上也只有日本公司 Hardlock 办得到。这家公司的螺母号称是永不松动的，拧上之后300年都不用检修，这可不是夸海口，而是通过了考验的。在高强度地震检测中，它可以承受住17分钟，高达30000下的高速震动都不松动，而普通螺母此时早就飞到天边去了。其实这种螺母的构思非常简单，发明者若林克研的灵感就来自于蝎子。它的螺母总共包括两部分，下部分的螺母呈凸状，采用了偏离中心加工，可以发挥蝎子的作用，而上部分的螺母则呈 O 型，不做偏离中心的加工，凹凸两部分螺母咬合就形成了锤子蝎打蝎子的效果。凹凸部分相结合的连接方式是不是还很像我们的榫卯结构？不过虽然构思不复杂，但想要真正做出这永不松动的螺母却不简单。据说曾经有许多螺丝生产厂家都曾经试图复制，结果却无一成功。而发明者表示，他的独家诀窍就在于不同尺寸和材质是有着不同的对应偏心量的。现在不仅日本的新干线全面采用了这种螺母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建筑物上也都有它的身影。据说就连美国的航天飞机发射台都使用了它，这可是个走国际路线的螺母啊。视频元素来自 Hardlock， 由 Max Own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Owner 创意公园。